明白。记住啊，这次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是玛丽娜？对呀、我就是玛丽娜。贝贝，你是新加坡人？没有啦，贝其实是我的姓来的，你也可以叫我贝。OK。你是女的还是？感觉的嘞。没有没有。我想请问一下你，这个是你的第几个 speed dating 啊？干你屁事哦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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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哼。这样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Milo。Milo 啊，我也很喜欢喝 Milo 哎，尤其是那种加有奶的 Milo。哇老哎。这样早请人家吃团圆饭呢？你又知道我要带你回家吃团圆饭？真的愿意带我回家吃团圆饭呢、哎，回来了啊！啊，今年有好消息吗？这个是我女朋友玛丽娜。安哥，新年快乐！老魏啊，老魏啊，吃饭了吧？老魏啊，开饭了！啊啊，开饭了！老魏啊，开饭了！啊。